过去这一年，由于疫情的关系，大家比较难聚集在一起。在岁末这个时间，除了表达感恩，也希望展望未来更美好。学生自主筹划了许多的表演活动，也在欢乐晚会里面表达他们的才艺表演，让学生凝聚在这个欢乐的夜间气氛，在未来那一年都能够更顺利、更美好。碰巧巧逢印尼的母亲节，在我们辅导的印尼老师带领之下，所有的印尼同学也一起高歌印尼的母亲节祝贺歌词，向全天下以及他们在印尼的母亲祝贺母亲节快乐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学生在明道的学习，在来年都能够更顺利、更顺畅。也欢迎更多的学生能够到明道大学来，我们会一起照顾，提供更好的学习。We are unity。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是明道大学附设幼儿园。那今天老师特别呢，带着我们的所有的可爱的小朋友，来到明道大学这边，跟我们所有的师长们，献上我们的祝福，那报佳音。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可爱，对不对？那我希望说，在幼儿园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能透过这个节日，引导孩子们呢。学会分享，学会感恩，所以呢，宝贝们都有把自己付出的卡片分享给我们的校长，也分享给我们的所有的大朋友。希望我们的孩子呢，平平安安、健康长大，